本期视频由范道原创制作。鲁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首，也是现在国宴会客的主菜之一。鲁菜的精髓是制作方法多样，家常风味，适合大众人群的口味。鲁菜在民间的底蕴和基础深厚，随便走进街边的一家鲁菜馆，菜香迎面而来，拿起菜单迫不及待地点好菜，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菜上桌的过程。糖醋鲤鱼，酱汁金黄地淋在鱼肉上，鱼肉焦香可口，加上糖醋酱汁的加持，味道更加多元化，也更加可口。糖醋味掩盖了鱼的腥气，吃起来很是不错。九转大肠，这道菜里面大肠处理得很好，要知道一般大肠处理不好会有味道，但是这道菜不仅处理得很好，而且色泽红润，口感绵软，味道兼容甜酸辣等等几种复合味道，吃起来别具一番风味。黄焖鸡块，这道菜可谓是鲁菜里面最声名远播的菜式，也是最经典最受大家喜爱的，鸡肉香酥软烂，加上其中的菌菇，味道更加鲜浓。四喜丸子，四喜丸子软糯香浓的丸子配上翠绿爽口的青菜，青菜吸走了丸子多余的油脂，丸子吃起来也没那么油腻，两者相结合，口味刚刚好。吃过鲁菜才知道其中的精髓，不愧是八大菜系之首，无论是色香味都一应俱全，很适合全家团圆的时候一起品尝。